位置的就是杰克跟繁星。对啊，不是你知道，如果繁星死了还活的话，应该就是杰克。哦，白痴哦！那时候姑姑在跳预言家，我原本想说要跟他对跳，但后来想起来不对，我不知道狼队友是谁。哎，那个，狼王传人对话框框会说你传了谁谁谁过来啊？哦，我现在才看到。有啊，猎人也会啊？为什么狼王刚刚没有叫？啊？刚刚上一场狼王没传啊，他们直接杀啦。哦，直接杀。上一场的狼王是我，我开场没干掉。啊，我。我也没得传，所以我没有。哦。原来是这样。那被拉的应该不会知道狼王是谁吧？被拉的看一下，没有被拉的名字，对话框没有写，就走拉人的那个看得到，对，拉人的看得到，对，所以我刚刚不知道我的队友是谁，那预言家查的会是知道职业吗？职业还是好人坏人？对对对，会知道好人跟狼。哦，狼会知道职业吗？职业是什么？会知道职业？到，因为我刚刚一查，不会，刚刚是。不会知道职业，职业那就是好人跟狼人这样子，因为我刚刚一查就查到狼人。然后女巫的那个晚上的药水是丢子的，所以可以瞬间无敌，瞬间隐形。哦哦，这还不错。好，连两场。他不会显示你队友是谁啊？对，他不会显示队友是谁。对啊，所以说晚上真的一定要穿好衣服，要先穿装备再说。我觉得团团刚刚 idea 也是对的，对，只是因为刚好猎人的那个时机就没有让老王知道啦。啊、至少等一下那个狼王也可以知道，就是你拉的人对话框也会显示对方是谁、所以不穿衣服不穿衣服就会发光是不是？好像都不是全体发光，全体发光，全体发光，全体发光。嗯，好，就是穿衣服的只目前就只有狼了。嗯，来哦，反正。继续相杀吧！哎呦！好了，我这次真的去温泉会馆了啦，不要这样。我刚刚敏牌，我觉得露米有职业哦。哎呦，敏牌厉害，飞神吉郎。他一进来这边，哎呦，哎呦，思考一下，只有不好的职业，对不对？才会想要哎呦，哎呦，他要从树上传下来。露米，你走开！我不管。你有问题，他有问题。你是老板吗？巧克力感觉很奇怪。我现在晚上查他，积极吗？晚上查他，我是好人。如果我是狼，我干嘛跑？我还进厕所呀。你怕被我看到？你是你想砍我吗？你哦，我等下死了就是繁星，我等下死了就是繁星。那等下我死的就是巧克力咯。好，我跟他们超级偏远的房间。来来来来来，死的一定是他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对吧？你们一起死怎么办？一起死怎么办？哎，等下这热水器好可爱，看一下。晚上了，晚上了，怎么弄的？哦，发光上了。哎，这里有狼。哎，啊？啊？然后有一间房子有三个人呢，好可怕。他被狼王传走了啊！你们不不哦，那我是好人啊，热门哦，嗯，所以你是好人，我是好的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我是繁星，哦，白痴哦，吓死我！再一个骂子，再一个骂子，哦，骂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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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说彼此，不能说彼此，可是这栋很危险啊，真的吗？刚刚狼被传走了，对啊。他们在那边，他没发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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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哪。对对对对，而且我还有这个啊，哎，小雨死了，我死了，哇，这一晚死两人哦，嗯，对啊，我刚刚很难过。那个，我跟繁星和影月都是好人，嗯，好，你们三个同三位一起在那边是不是？对，狼只会有两个，好吧，我们三个都说彼此是好人了。露米杰克，所以现在是露米杰克跟杰克，还有酱油，四个，好，我们四个来啊，躲就来。哎，预言家嘞，死了吗？来，我们四个来这里。我觉得露米超可以，露米什么职业？我要躲起来，我要躲起来。我预言家。你验谁？那你验到什么？你验什么？我刚刚验巧克力是好人。哎，你这个，我这个坏的，我觉得，真的。我反水了，你们。
不是你讲讲的，你有点抖啊。我觉得我也是预言家啊。哎，等等，你刚刚那药水很可怕。我怎么会觉得？药水不要乱丢。药水所有人都会死的。吓死人哦！超多下。哦，相信你，我去死吧！去死了，去死了！是啊，我是清白的，谢谢大家，刚刚告诉我，我潜行一下。你潜行一下。我看到两个狼，两个狼都是清白的，我们他是清白的，我两个狼，白痴，我先定他，我先定他，完了，我好像没得跑了，两只狼，你在哪？我看到了，完了，你往左边跑。哎，啊，他跑比较快，哇！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我被打死了！啊！快逃！我至少没有拉替死鬼了。我快笑死了！快跑！露米，你刚刚的反应真的太不真的太假了！哇！哦哟，原来想说敷衍一下狼人。嗯，两狼可能可以控场喽，除非白天还有女巫活着，否则很难喽。很难哦，有点难。白天了，白天了，白天了，白天了。白星，我们完蛋了。不会，我们会赢。真的吗？靠你们了。噔噔噔噔噔噔！哎，其实我刚刚差点杀那两个人呢、欸。你差点杀到、啊。对啊。我们先票一个走好了啦，统一票一个。你在哪里？我看到你了，可是你有看到人吗？有，团团在，团团我在这边，我这边。你打他。团团跟你在那边呢、啊。团团拜拜拜拜拜拜。拜拜普，拜普，拜普，真的是这样吗？拜普，拜普，拜普，就把心打出来了。好远哦！哎呦哎呦，你都跑下去了，你有打到吗？死人闭嘴哦！哇，把心被打到了，把心跑，有杰克，杰克跑远一点，打龙卷风，跑远一点，杰克。没办法了，我没看到他。没追超久，他好快，厉害，没救了，没救了，没救了，来了。干嘛？你是什么职业啊？啊，我是 ninja。ninja狗狗。你完全没有救了啊！音乐还哦，音乐走了啦，等一下。哎呦，快跑啊！快跑、哦！跑走了。哎呀，跑到那里去了。然后有他忍者的骄傲。真的、哦。冲超快！你这里没路。我们想追他到天涯海角吧。音乐。干嘛啦？哇哦！在打替身攻击。好，我去跳了。你们这个的方式就是你票一个人，你票一个人赶快跑。不要，随机了。你跑，你跑，跟他赌了，赌博。好险！啊，这个随机。等一下，这个有点难跑啊，杰克。我在后面这个回合，老板让他活过。完了，音乐再去 PK。音乐，不要走那边。停战，停战。OK。爸爸，没办法。开了。没办法了。没办法。我都搞不太清楚他的边界在哪。这样才好啊！就我刚刚确实常常撞到屏障，撞到了就是了，常常撞到了，有没有？真的。然后撞到以后，你一回头，然后就在你后面，就像我们撞苍蝇一样，有没有？不知道那边有玻璃，就直接撞，哎，你就知道了。对，撞到他就知道。我不得不说，露米，你真的很假。不是要胡乱狼人，我刚远远看到狼。你在胡乱自己人吧？我跟我一定要讲，我刚刚所以你真的是验查我。我真的验你是好人。你在那边犹豫有没有？啊，我就是验查，我刚验了，我刚验了，巧克力，我这边其实超巧。我验了巧克力，感觉就是在想说要讲谁。对。哦、oh, ，对啊，我在想说我要讲是团团啊，我讲团团，你验谁就说谁啊，对啊，隔壁洞啊，隔壁洞、啊，什么东西？我看那个穿盔甲的跑。
跑来跑去。你要说你验我是好人，但是你刚刚有看到团团，那你可以觉得谁是坏人？对啊。嗯、好，我的你不能验我，然后你说你验到团团是狼人。报名报名，看到的不行吗？可以呀、啊，那你就说，这是以验的为主啊。没事没事，太难过了，就跟你说你不相信。对，第一个晚上我就看到那个杰克直接把团团传过来，我这一动我直接完蛋。我相信你了，你死了，我直接在那一端走不出去啊！我慢慢靠近你，我好难过，感觉这是配置很不错喽。嗯，走。哦哦，等等，你哦什么宝宝？哦哦哦哦哦，起来！哦哟，啊 ！FG， 嘘，干嘛？臭屁！臭屁哦！臭屁！臭屁！常开也不这么凶啊！你多臭！感觉小雨应该偏好，偏好啊，偏好。小雨都会讲话。通常是狼，小雨通常是狼，相信你，他不会讲话，当狼就不讲话。杰克，你干嘛？杰克，你是有鬼？杰克有鬼，杰克靠过来。杰克很奇怪，我笑得很灿烂。你连续当狼了，笑得很开心，你要笑得很开心。对啊，你要笑得很开心就有问题了。我赶快跑。秋海海啊，真的是秋海海，是不是已经在那边磨刀啦？磨刀，磨刀，我磨着我票人剑啊！等一下，那个票人剑就变斧头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晚上喽，晚上喽，哦，然后他磨成斧头了，哎呦，啊，我太害怕，你看我是被夹杀吗？我。哦，那个谁啊？谁被夹杀了？谁被夹杀了？自己小心哦！哦，这个脸很漂亮。哇，那两栋那一栋吗？那个边缘的要被削死了！不不不！我已经死了。在山上的。山上。看清楚这一切。山上的孩子。就杰克了啊！这边笑。山上。啊！我跑太快了。哎，你也太暴狼了吧你。酱油了啦！我操！不是我，我可是超级忍者啊！他又发光，快白天了，快白天了，看着这一切，快点，快了，快了！杰克是好人物，用我的眼睛抓走他，用你的眼睛，那就我在哪里啊？谁？哎，不知道，现在我没有，我这边没有情报。我这边没有，我不知道。这栋，这栋有看到这附近，这栋有人涌进了。我爸是可以确定是谁。第一晚嘛，第一晚嘛，可以。杰克是好人。哦，小雨刚才来了，小雨你刚刚是从这里出来的。没有没有，小雨是好人。对，我跟卢米刚在一起。小雨是好人。你刚刚是山坡上面的那个人吗？对对对，我刚山上底孩子，那你有看到我被抓到的？有有有，我看到。预言家呢？有预言家吗？对啊，有没有预言家？预言家应该死掉了吗？啊，死掉了，这样说了，死了可以哦啊，对，这样是说杰克是好人啊，对对对对对，那应该是预言家了。我觉得团团跟预言，我觉得团团先打团团，先打团团，先打团团。为什么要打我啊？我加多加，完了，完了，团团跟预言要杀人了，完了，团团、预言、杰克这三个人很快。我谁呀？杰克就精髓了哈！可是你的存在感真的太奇怪了，不要再打了，你打很多下了。救命啊！我这两个，我是叫雨月啦，雨月跟团团啦，团团对啊，应该就他们两个了。哎，在我后面，完了，杀人了，赶快跑！杀人了，隐形啊！哎呦哎呦，杰克，加油！忍者啊，哎，你这个忍者太会了，我已经不管了。完了，时间再久一点，完了，加油！杰克，撑住，快跑！杰克，久一点，时间再久一点，杰克，时间再久一点，哎呦，杰克，你被看到了，杰克打他，杰克打他。又死了两个，又死了两个！快点抓他们出来，抓他们！
哎，杰克，你打错人了，蓝灰皮呀！就是团团，就是团团，是啊，是我，快点，快来打我！这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他在中间，他在中间，团团在中间。我要死了啦，杰克，你那么乱挥挥什么啦？哎，打影月，打影月，打影月，打他，打他。是还一个票没了啦，还一个票，还是谁的？随机的，随机，我长刀。反应快走，反应快走，快走！反团有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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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那个。哎呦，你中了！反心快跑！反心快跑！因为那个杰克，杰克乱打。对啦，白痴杰克。乱跳！耶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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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救！你们快跑！你看，我就说杰克怪怪的。不是，当时我刚刚看到一个隐形的剑在那边挥的时候，就完，我就想说啊，完蛋了。没有，乱挥一个鬼啊！白痴！杰克，我觉得忍者好强哦！忍者的木桩到底可以放几次啊？一次，而且都是十秒内无敌的意思。好扯哦！哇哦，我连两碗被那个狼追都躲过了。对啊，都砍得都砍不了哎、欸！你太强了啦！哎呦呀，你跑去哪里了？是啊，已经走掉了啦！找不到了，找不到了啦！我扯波狼啊啦！你怎么在那里啦？中间集合，中间集合，我看到他了。不要啦！在不要啦！远方，远方那个，好，我在追他，我也在追。你不要乱挥啊！不要追的，不要乱挥啊！乱挥要乱挥啊！他是前面那个，我还没追到。我乱挥喽！我挥喽！回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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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答！繁星追他！怎么繁星追我死了啦？繁星死了！繁星死了！你怎么死了？我追，就前就是前面这个人杀掉我的，就是他。哎呦，有救了！完了完了完了！我帮你，我帮你。我操！打飞！打飞！打飞！用力！快点！用力！快要完伤！有了！来不及了。差一点点，差一点，卡住了。我天！哎，重点是刚刚杰克还乱掉。你刚刚杰克，你根本就是引狼嘛！你在那边都好笑哎、欸，我一直都是引狼。他是晕晕敏，晕敏，他是晕敏。杰克简直爆敏哎、欸，他就是。超爆！你说我忍者都有躲过、哦。哎、欸，说团团说好的信任呢？他没有啊，我信任你啊，我信任你。没有，你杀掉我了。第二场还是第三场？哇，第三场、啊，很狼，真的很狼，對啊、很狼哎、欸，狼人团团，药水来不及丢我就死掉了。哦哦，你是女巫啊？对耶，哦，有够霸气。看看哦，那我们诈欺师是怎样？再看一下，诈身份啊，诈欺师。夜吗？还是主场在那个？哦，然后身上有一件，可是这个要配合魔狼啊。是啊，可是它是属于人类帮哎、欸，人类帮啊，对吧、啊？身上有一件，哎、嗯，魔狼哦，我翻另一边、啊，魔狼这边点。那我觉得。狼人要再多吗？我们几个人啊？好，那先这样，好不好？先这样试试看啊。嗯，这一场呢，开启魔狼。嗯，魔狼跟魔狼做雪狼好了，让狼变得很强。雪狼，一个魔狼，一个雪狼。雪狼是这样，就是你被预言家验，他还是会显示是好人。嗯，哦，对，预言家验不到这个人。啊、对，刚才解释了这个狼，干掉所有人。对，然后。魔狼的话呢，他是狼人方的预言家，他在晚上的时候，魔狼可以验人，哦、嗯，对，可以验出对方的职业，哦，这蛮强的，直接查职业，最重要是要要验到谁是女巫，因为女巫才是很好杀狼的方式，嗯，对，或者是你验到猎人也是不错啊，你就可以验一个人，然后
就可以看之后怎么着去弄它。对，而且这一个宴，你所有的狼人伙伴都会知道。哦，他们是传不错哦。那我们地图也更改。哎，有新图，美术馆，耶！美术馆好美哦，跟我一样美。也没玩过哦。你进去看过了吗？来，直接玩了就知道，好不好？嗯，好，好啊。来，走走走。哎呦 ，beautiful！ 哎哎，这个是感觉，这个谁在那边乱挥啊？场地有点大，不能乱挥哦。哦，没事没事，没有人。怎么又是团团啊？不要跟着我！我需要找地走，小李，我要找地头。我跟你一辈子啦。这有什么好躲的吗？好像很难躲哎。好难躲啊！哎，这里好空旷，美术馆超空旷的。对啊，我要做这个。哎，不能做。这美术馆有那个新圈客，新圈客，新圈客，我把它反过来啊！你怎么在这里？对啊，做不到，我想找个同盟。哎，团团，你要干嘛？我只是来逛地图的。哦，你好，你过去，你过去，我走，我走，我走。这就看到地图有点难躲哎，因为很大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它有上下楼，还有电梯，太小。很多是假电梯，哦，要晚上了，要晚上了，各位，晚上了，哦，停电了，停电了，停电了，哎，停电嘞，好停电，这太有 feel 了吧，很有 feel 哎，救命啊，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快点，快点，我差点被。差点被波波吓死！厉害了，不能不能不能讲哦！哎呀，露比斯，完全看不见，能讲死掉的人呢？哎，脸很漂亮，脸很漂亮，那个有一个在下面，有一个狼人在下面，有没有？啊，那个停住的，那感觉在一楼，一楼，好好好，在哪里？那个怪怪的啊！哇，你是好，你就不要偷懒，我的心刚刚吓了一大跳，好恐怖，小雨。刚刚我看到一个狼，他应该在。哎，又死了吧？哎，白天还可以讲，对不对？白天可以。这三个人，哇，好多哦！两只狼，哎，我是好人。我们四个是好人，这样就排给排掉啊，这样就排掉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应该可以讲晚上看到了一切了吧？隐约跟繁星啊，我已经看到了。对，繁星，繁星，繁星，我是好人。四个走，我们四个走。繁星走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有那个。好了，走了，去找繁星。我有灭人器。二楼，完。在哪？繁星，你们在哪？完，追不追得到？跑太远了。你越看到也可以打。就是这两个。跳下去了，跳下去了，是吗？还跳下去，还跳下去。追追追追追追，宝宝，不要冷静，不要冷静。快打！灭人器！哇！剩一个，剩一个，剩一个，快躲，快躲，快躲！没有，我觉得我们先躲，先躲，好，先躲，先躲，先躲。有矿车耶，好酷哦！受不了！啊！等下，这矿车有点怪怪的。哎，我太胖卡住了，我走了。他只在这里绕圈圈拿那矿车。雨月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可是你们在哪？我在橘子冰镇。哎，你不要走，他在这里啊！卡住了。啊，在下面，下面，他在下面，他在下面。一二楼地方卡住了。哎，那个网廊的地方，你小心，你站到了。哎呦，卡住了。我已经丢那个了。一楼。那不对，你的无敌，你知道隐形，隐形你还是会发光哦。我忘记了，我忘记了。他一来我们就跳。啊，我就在这里了。他现在应该也不知道我们在哪。哇，还有这种地方哦。很大，其实算是蛮大的。你看起来很慌张耶，团团。我很慌张啊，他刚在我旁边，我很怕。完了，我们四音节只剩三个人了。有，可以，他应该在楼下。云月你在哪？在哪？云月你在哪？他就是躲起来了。躲猫，躲起来了啦。躲起来啦。跟我们讲一下，就在那里。一楼，一楼是谁？一楼。一楼我叫。你该不会躲在厕所里吧？没有。哎呦，这个电梯耶。完蛋。云月，楼下那个是小雨是不是？这是我，这是我。哇，这地方。他躲起来了啦。很可爱的地方。
不然就是我们等一下三个走一起啊，然后被追我们就三个一起跑啊，然后等一下就可以。一起被打吗？三个一起被打死。一起死。哎、欸，对哦，这样是一起死哦。对啊。这个可以去。这里是哪里啊？哦，好酷哦，好酷哦，这里好酷哦。密道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地图好好玩哦。很多奇怪的地方。哎、其实还蛮多密道的。对。用晚上了，用晚上。找不到你耶。晚上啦，我要出来喽。我猎人。不要换回合了，我是忍者吗？哎、欸，他哪里是？他怎么在这里？我是有忍忍道的、哎，我有人有忍道，是，我有忍道，靠你了，就靠你了，忍道，我用完了，你们自己小心。我不用了，刚定完了，没了没了，我这么快用完了，我定完了，太快了吧？帮你们定住了哈，哇，巧克力吗？哎呀、啊！你不要加速！哎呦、啊！他来加速，他加速啊！我的天！移动比较快。快你要算时间哦。哎呦！他至少有没有刚刚代表加速用过了？我在这里。是诱饵吗？不要不要过去！哎、欸，小雨不要！小心小心小心！哇，躲在哪？他又躲，他又躲草，躲起来了。哇，他太会了！怎么发光了、欸？他这样子，剩下三个人会永久发光。哎呦，哎呀，他又跳下去了，这样就不能躲了。对。哇，是很快耶！哇，不要了，快点努力。哇、哦，这个是一个包头，小雨包头，包头，包头，没办法了啦，我尽力了，你们超会躲了，那不如我们就来欣赏生命的展现吧，还是你要看这个世界的体贴啦，一点都不体贴，那个一点都不体贴，气死了，好，老师我给你一下啦。它还有几十，这地图其实还算是蛮大的啊，蛮大的，对，蛮大的，快笑死了，人生的体现，哇，还有主电源呢，它可以关掉黑色，关灯，哇，雪狼魔狼，是雪狼又是魔狼，对啊，哇，所以我刚双狼，我刚在楼梯口停很久，在说，嗯，我没看错吧？是雪狼跟魔狼有可能会同一个。对啊，他是写你是雪狼加魔狼，我说啊，雪魔狼啊，雪魔狼，雪魔狼，我三个职业啊。而且除此之外，你因为狼王也是两个随机，所以你有可能是雪魔狼王。嗯、哇，好忙哦，超忙。这个狼好忙哦，真的忙哎、欸，我天。那我们接下来再开启大七师。大七师它是人类的阵营，哦，但它有一个东西，它晚上的时候它也有那个穿上狼人的衣服，就去骗狼，可是你就可以骗狼，狼可能以为你是伙伴就不砍你，但人可能就以为你是狼，所以要谨慎的使用。那我们就把要少一个忍者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少一个忍者。然后那个忍者变成炸七师，好啊，抓走晚上，有可能可以看到三个人在跑。啊，雪狼还可以有没有穿着衣服？我说没有，我是炸七师，爹我就知道了。炸七师啊！我就想说燕窝啊，燕窝是好人，燕窝啊，燕窝。那结果你们问都不问就直接砍我，应该是没有，应该没有。他说不会获得武器，所以没有斧头，就是衣服而已啊。这样子，这样子会不容易就不好骗。没关系，玩了就知道。来，玩了就知道，玩了就知道。哎，有我看到有人拿了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一开始只有漂人剑而已。有什么？怎么绕来这里？没有啊，女巫一开始有。我要寻找这个，这个是你们可以传送还是什么？哎，不是，哎，哦，对，我就记得刚刚这里有东西。因为那边是有一个路可以绕的。哦哦，然后斯巴拉西，关灯啦！这是什么东西？30秒后要关灯了。好，所以会变黑是不是？对。可是它里面马上30秒后，还没啊？等一下，马上30秒后。30秒启动开关在哪里啊？
我告诉你嘞，你是想杀我、啊？我干嘛杀你啊？我是好人、欸，我宽的啊。哦，再闪了，再闪了，再闪了！哎、欸，女厕厕所出现鬼鬼的头，超恐怖的。好想看，好想看。你说恐怖是指谁恐怖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恐怖，不是指那个人恐怖。好、嗯、好。对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狼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狼。你不能，哎、欸，你不能讲啦！刚刚就说了，我忘记了。拍谁拍谁？没关系，要白天才能讲啊。对，白天才能講。我最近在盯着你看，你还把我出来。团团那边有鬼哦，团团那边有鬼哦，那边有鬼哦。没看到我跟他的屁股很近吗？没事，怎么这么多人在外面跑来跑去？哎，心酸。哎呦啊！哎，死两个。有啊。哇，死两个哎。我一转角就看到狼了、欸，我忘记了，我真的忘记晚上不能讲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要靠过来？太白痴了！这也太大了吧！啊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哇！是你呀、啊！哇！你干嘛？哇！你是好人干嘛跑？你谁？你谁？谁？谁？我见了。你谁、嗯？你只给打杰克，杰克，杰克、欸、直接打我，杰、欸、克、欸、打开 table， 杰克，杰克直接好票他，打他，打他，哎、上二楼了，被我抓吗？被包围了，杰克，杰克，你迷路了，我跑，我跑，不是你们怎么全部都在这里啊？你们在干嘛？打杰克啊？一楼，一楼，不是啊，我找我没办法砍杰克，真的吗？他骗了你，看他先打我的，我才是真正冤家，而且重点是他先打我，没有先断，没有这两个命运二选一啦，自己那个随机啦，自己随机。你们命运二选一，我验的是包包，重点是真的是他，我刚刚他穿衣服，我到了白天都一直讲的，他都没有讲，而且刚刚 table 是他先打我，他跑走，你们在这包庇，你们随机吧，啊，这个死了，这个死掉了，你们在这包庇，交给随机决定。我难过了，这个多红杯，我找不到了，所以我没办法。嗯，那哪里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雨月怎么都在这边？地方？不要不要！太好笑了吧？哇，好可怕、啊！你来不起啊！我就知道，你看这扎西斯吗？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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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团团，你也太好笑了吧！你一个人录啊？哎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团团，你怎么笑成这样？哇，你是开心吗、啊？你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真相我全部都知道了。是谁啊？我啊，是小强，不是啊？啊？为什么这么混乱？超好笑的、欸！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看不懂。团团，你是什么职业？我是诈欺师啊！那就是 Lumi 啦！什么东西？而且 Lumi 不是一开始就被说了吗？我等一下，我现在脑袋很混乱。我刚刚开始说的，等一下，我刚刚面前出现了两个盔甲，然后现行的时候，我前面两个人就是一个 Lumi， 一个团团。那个团是诈欺师，我可以不会说，不是、啊、我诈欺师、啊，那就剩下 Lumi 了、啊。不是，因为我是诈欺师，你相信我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预言家，我帮团团、啊，我们来试看这个啦，我们试看这个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不是，我开头，我刚还以为团团诈欺师小雨是狼人，小雨，我们去旁边talk talk，只是一个视频而已，杰克都这么明显，你还不懂？临死之前我先混乱一下，而且杰克，你知道那时候我还怀疑说你会不会是诈欺师哦？对，因为晚上那时候我有看到你穿装，可是你没有拿武器，然后最后就躲起来，然后我想说我想去看看到底是谁，就你马上直接挥火，我想说哦，你对，我没想到，我没想到，没想到太八七了，啊，我就还好运气啊，没有死掉。团团也没有打、啊，奇怪。我也是看戏的那一个。
难怪团团笑那么开心，因为骗人很好玩。混乱邪恶就是。就看到卢比变成狼，然后追过来，然后看到团团，哎、欸，有穿上装，可是他在跑，我想说那应该他是诈欺师。可恶啊！太有笑。来哦，再来喽！好，感觉大骑士越来越厉害喽！真的，好像本来偷到精髓喽！哎、欸，现在狼人装自己是大骑士用，先对啊，狼人都不能直接拿斧头、欸，哎，要装一下，装一下，要打人的时候才能拿出来。你就像杰克他直接打，对，这是暴民、欸，傻眼。韩信，你刚才一直跟我走、啊，我刚刚一直走这边，你说我，哎、欸，我错在你这边，哎，加油，你太慢了，哎、欸，奇怪，太晚了，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嗨，那个在哪里嘞、欸？啊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屋顶啊，在就这里，在这里，哪里？这是什么？下面，下面，下面，对对对，都下去就对了，远离我。哦。哦、我要在一个孤僻的地方。你看团团靠过来，我下楼了。哈？你走开！我好人。你走开！下楼了。我死掉就杰克哦。好。啊！先叫一下。晚上喽，晚上喽。我死了就反击哦。您不能讲喽。嗯。没事啊。虚无特暗号。我已经看到了，这波是谁？虚无特，请暗号。哇！这啊，这个好像是诈欺师、啊。哎、我叫你去不得安好、哦。到底？好可怕、哦！你们怎么跳过去的、啊？就那边啊，就那边啊。这里、欸、那个对对对，那边那边那边。坐矿车的快跑，那边有狼。我想他打不到我的，打不到我的。我停。坐矿车，你快跑！我帮你停，你快跑！是是是是。这个有地方没地方可以躲，嘿嘿嘿，快跑快跑快跑，嘿嘿嘿嘿，这个诈欺师吧？啊，不是，他不是，快跑！我追着他，哎呦，室友室友室友，咦咦，赶快跑赶快跑，有啊，这场有啊，伯伯，你刚刚怎么躲的，伯伯？哎呦，啊，注意哦注意哦，我要预言哦，巧克力是狼哦。哎呦！有没有人家跳？是是巧克力，我追着他。好，巧克力在哪里？巧克力，我刚刚可以验我真身呢。巧克力，巧克力，我刚刚看到吧？巧克力，我刚刚被狼追。我跳巧克力，繁星啊，是繁星啊，波波，波波，你刚刚是不是在这边搭矿车都没事？我还说你要赶快跑。我刚救你耶，我刚救你耶。波波，你打他，我给你糖果吃。被糖果收买啊！来，糖果在我口袋来。你是唯一的好人呢，我刚刚看到你。好了，我觉得我们要散开了，我们要散开了。撤！撤了，撤了，撤了，撤了。聚会结束。你就是狼啊！你不然你刚怎么在我旁边？我是好人。你不是，你是给的。